小会啊。哦，我看看。哦，用够大呀、啊！这爱会，要会较管人较水啊！啊！那三对啦，三盟海誓啊，那个公厕。啊，枪口高烂啊！大家直接客车、客运、客家拢无位。哦，我刚飞起了。哦，你看右边。哦，向飞未起，车向飞未起。哎呦！幸好我等我较早会当先载你来啊！哈哈哈！杨姐，那大家听你啊！哦，这么落来呢？哦，这马落了呀！哎呦，猴子啊！
整个都是猴子，前面猴子小心。啊，对，高大王，高大王。猴子哥，猴子哥，你看，你在这路中吼，唔当去甲饲啦，你知道吗？你若骑在路中甲饲吼，有当时啊，伊就会走来遮等。啊，哎呀，你若行，伊就来甲你抢。这么人多，你看，我都快停在遐。靠右边，靠右边。嗯，他早有管制哨，我都买下来啊，这个小秘境啊。哦，这只是，哎，你们这只只，哦，这过来吃呀。这么只只。哦，我今日上欢喜，拢是狗啦，拢看到同类啦，看到同类啊！哦，这里叫了，这里叫。有些外国人来到台湾，不相信说都市里面居然可以看到。哎，那边往哪里去啊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嗯。
走走呢。你在那边呢？哦，会馆专用停车场，所以就变成几个会馆了。西子湾会馆。好了，我带你行行。还有人在冲浪呢，海航的小屋啊，有人在冲浪。严禁游泳及钓鱼，可是可以冲浪。我叫一个步道，你慢慢行。哦，人家冲浪了。
那冲浪嘛，只要靠近水面啊，看看看。哦，今天浪足水的啊。哦，这么叫我记得迄个啦。来看看，我车在这边哦，我车在这边去，还是，二来看看，1、2、3、2。有啊，有人在冲浪啦。我等他，等他。你叫我做那个什么清水那设施啊？哦，变成讲伊遮就是迄个啦，就是为这个走道咧进出这个沙滩，让小朋友耍，好了，让他们耍。不是，以前是围起来树林的啦。以前是迄边这边有围起来，互伊咧来。小心，伊这较悬，伊这较悬，伊这较悬，欸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来遮就好啊，我遮无钱的，我在这边，啊，甲你介绍一下，进来，好好调整，哎、欸，来好好好好好，过来调整，1、2、3，好，嗯、啊。伊之前做的呢，伊就是要让迄山啊接伫遮啊。伊之前做，原来无遮，原来遮是安尼滴的呢。伊就是做这个弯起来啊，让伊变成讲山啊接伫遮啊。你看这個，嘿，哎呀，啊人就说等下佚佗啊。那个那手啊，那边是那个鸿雁大象有冲到这啊。啊，那土块拢粉色啊。嗯，无啦，这是风台吹来的。哎、欸，这风台吹来的。我们这边是较附近的海上的垃圾拢飞到这来。对啦，行落去，行落去，行落去，我们跟你去。
小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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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在撞我！啊，哈哈哈哈！啊，这极限，这极限，这极限！我这腿脚，腿脚，腿脚，小天，来，口罩配合。这两万，给你义务的放心。来靠近啊！我带硬过来，先看什么？等一下你再过来哈，还蛮好玩的哈，你改天再来。来靠近啊！大家带硬起来。唔知应该来无？带一个，我带过来。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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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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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准备啊！然后来，我家里就有你放心。无来阿伯，阿伯。我看不来啊！来来，小熊，快点！一二三，半身一二三，角度一二三，啊，快来，站起来！啊，陆杰，你拿另外档啊，另外档啊，啊，另外档。马上讲，啊，有啊，我有去，啊，去去去，见好拍哥呀。哎，看看看，还是去玩水吗？你是去玩水吗？哎，他们一点水在哪里？
那个晚上在钓螃蟹啊，钓螃蟹、啊，小心！这就是风台风应吹到乱七八糟啊！啊，风应到吹到乱七八糟啊！咱个骗！哎呀！大哥。那个，他这里，他也过，对，哎呀，还好，啊，快点快点，来，他管。什么鬼？冰车底下的啊，小心！哎呀，到底要找啥子？拖风过来，啊！时间到的时候，警察就会开始叫人家回家了。
应该鬼鬼的了吧？这鬼鬼的。哎，对，找人请啊，这有人请啊。不过假日啊，拜都有人来请啊。啊，假日的人在休困，那个公休，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公休。哎呀，都是垃圾，就觉得很好笑，说，那这个就是平常海上的垃圾都飘进来，都打上了。也是在板桥近滩的哈，所以这个公务单位板桥近滩，小心小心。那边高兴去防空底下放钓鱼饵。哦，六十块上次公费来出，要拍个头的。我讲到尾，原来真多嘞，你讲到尾是。看到第七个，哎，你加什么？加右边。哦，哦，婆婆来了。小心，小心，慢慢一步一步行，无赶。风太关系啦，风太关系啦。那是车啊，车，我倒外了。没事啊，没有事啊。你这叫时间公告管制区啊，然后这人爱经过同意才行，爱办吧。
垂钓活动请自开放哦。伊这无开放啦，别个另外一区较有开放啦。不过这边嘛，相当少会有人住啊，这有啊，伊这边有人住，有人偷住。有人偷渡，这个青蛙都在底下吹吹吹吹，你怎么知道？无去回馆就无法度入来嘛，这个唔是怎么开放这款车？所以有的所在你就是爱出来行行看看，你才知影。这些网络会使查。现在在查。刚刚叫我街头艺人呢，对啊，你敢有看到？我讲的街头艺人，刚刚叫我，你怎么做气球的啊？叫来叫伊啊！你有看到啊？我叫啊，叫来唱歌。这是啥货啊？这是高炸总督府哦。哦，啊，这坐游艇出去佚佗的啊。文化游艇船队呢？按着，啊，这是两个钓鱼啊，这是两个钓鱼啊。
我不用钓，啊，钓上来的。啊，这个拢无看到物件，通好买给妈妈吃。寿山乌日饼。这就是渡船头啊，新车，呀，五三鱼市场啊，这新的啊，哎呀，啊，行人坐船的有这里面啊，哎，啊，等到那是机车啊。呵呵呵，抓几落鲸鱼的，啊，伊即马叫咱家换机车舵啊啦，你看，原来这样无机车舵啦，伊叫咱家换机车舵吼，观光客会使来，嘿啊，搞黑轮片。不吃不可。棋牌休闲馆呢？棋牌休闲馆在那泡麻雀的。文龙宫，朝月冷面王，这是韩国料理啦，韩国料理冷面啊。你家对家来，有其他菜啊呢？
这个已经冷面生意较好，啊，这间十一船面无好。挺好，饭团啊。啊，这就是出旅游的，我出去佚佗的。啊，咱这是在地土包啊。我买两百八的，才好吃的，还是怎样？这有拢日本人、韩国人的，刚好。但是我无倒来。啊。我煮，你看这间煮。哦，你看这间，哎、欸，哦，这间做到这水，要做啥餐厅？我知。我知。我咧看，这足古早厝拢咧翻啊，翻做餐厅。你在想要行右边有路吗？右边是行去博尔吗？唔知诶，你看嘛。哎、欸，右边有咧桥，表示要路。我行右边这条路好了。伊头前这个就是蛤蟆新公园。我要加这边啊，加这边去。无啦，无看远诶。啊，二战库啦，战库啦，哦，这么会车，小心要闯下来。哦，小心要闯下来，哥，你刚才放风筝那块啊？那个是二战库啦，战库区啦。啊，那我看到轻轨在走。嗯，我轻轨啊，轻轨呢？这叫轻轨啊！你这牛会夹过，我说这叫轻轨。
啊，咱这绿灯你们都在过。哎呀，清楚比较转弯地方了。哦，那就是新疆码头啊。哇，这就是那个欧战库的市集啦。行啦，已经接啦。中间的是因为可能库存活动的时间了。嗯。啊，到六日啊。六日啊，还要周一，还要周一呢。嗯，还是要周一呢。轻轨弄安尼落呀，改天到处理来试车，因为这个晚上的，嗯，那块改天到前面啊，哎呀，呼呼那个，那上面车啊，哎呀。哦，哎呀，公平，哎呀，那个东园路去抓哈，就是会使走去到那个交流啊，交流。啊，妈妈，这个拢无食着物件啦，印度餐厅。啊。拢无食着物件啦，啊有啊，拢无食着物件咧，学江中街，改天再来拍学江中街。这就是学江啊。呀，这个是浙江啊，首先它是在浙江啊。首先它在偏浙江啊。
そうすると、五葫芦，五葫芦，二手铜管价，盐城团购，这嘛是较早高雄闹热的所在哈，吃这逝，咩大惊大痛，哎呀，这拢是塔佛啦、酒店啦、舶来品店啦。你家做生意拢是有钱人啊，老宋牛肉面馆。啊，这间饭店拆掉啊！饭店拆掉呢？这嘛是饭店嘛？敢是？哦，这啦，这饭店拆掉啊，饭店。汉王哦，汉王拆掉，不是汉王啊，汉老爹。不是汉王啊，我叫啥？这间原来那个运动用品呢，这个嘛撑不住啊。这间开足久呢，我那栋是起一栋才水啊，你懂汉神啊？你若要去交流，就是行公园路的，行公园。汉王啊，还是华王？汉王啊，华王。华王啊。
在这中途特种行业你立足几年？你立足几年呢？你是啊，福山区是二龙县的，你是啊，中埔的二龙县，你是啊。现代人，现代人健康一个少爷，他在这个沙卡汤也是，他在这个沙卡汤是二楼耶，一个中国人吧，一个跟两批是对现代人衰的边啊，他在那里对中国人，哇，这鬼用特调啊，他看到。就是像阿爸饭啊，遐不用吃掉。遐可能拢遐下厝啊，两三楼的、几排的，遐都吃掉，挺好找。对，拢在进步啦。我欢喜徛对坐就徛对坐，我今仔带你出来踅街。我总是爱找物件吃吧，哎呀，哇，哇汉森百货，哦，我汉森百货几冬无来啊，较早汉森百货这三角汤叫我咧卖食，总，是嘛是阿妈咪吗？我不懂个蛋饼，特别旺多诶，是吗？是阿妈咪吗？你这嘛是地种着，这个冬苗地挽袂掉，会挽袂掉，你着无多伊。要刷冬苗上麻烦。呀，你再打我。红极一时，他在这老这老店舞厅呢，他在我一阵我请来这舞厅呢，今仔看无人啊吼，你今仔拜啊看无人啊，他早六日才拢人呢，我拢人才行来行去呢。目睭睁啊金诶！看你想要食啥？啊，面包呢？
你讲迄，迄无安尼吼？迄等于就迄变到咱要排队买迄无啊？啊，变成，你上面肉粿定啥片？青白地瓜球。惊死人，遮侪人啊！南丰卤肉饭啊！啊，伊这排队买是第第十名啊！看无伊买伫倒啊！啊，你排过后买买啊，稍等啊！稍等啊，我来建工路买就有。遐是迄个老店啊。啊，这个白汤粿嘛是排队。啊好啦，我无食着物件啦。你嘛有啊？我食点心啊！你在等我，我买一个。等下，你要等？卡会打电。
两个冰豆浆。要打吗？哎，外带。啊？什么价钱？要两百块啊？两百块？嗯，天气贵就较贵啊。你到天气的物件好食啊？伊该酥的有酥啊，啊该有肉的有肉。什么用起来就好啊？这点心呢？这是你甲我讲的这点心呢？你哪无呢？没啦，还好。我拢买一项，拢买一点的。什么甜的啊，汤的啊。没啦。三合根。没啦。雷米哥。哦。没事，哎，没事。买馒头，那得全点买馒头。啊，你那唔食迄个什么人馒头店做的馒头？那是大桶啊，哎呀，这饼干呢啊，啊个新竹江啊大桶，啊个后边遐玉竹街，哎，啊即马迄栋变成旅馆，较早迄栋是规栋拢是娱乐设施呢，啊较早迄栋啊，迄栋宾馆后耍的后佚佗后卖电脑的后啥货拢是遐，啊即落尾火烧啊。烧炮、火烧啥货，这两个有舞厅嘞，较早。较早这就是娱乐圈啊。这大桶伊怎伊啥无爱电器的？我感觉伊嘛足奇怪，伊嘛足毛。伊
甘愿安尼租金收下收下就好啊啦，免经营啊。哎，伊规日安尼租人伊就好啊。哎，伊要租一个月嘛，收几百万的呢。我那个车，超级烟雾，水烟管嘛，水烟呢？对啊，坦诚的来，最后一间拍过唱歌的，最后一间。最后一间我驻唱。我那边最后。电动滑板车可以坐的，
这个全脸啊，没有全脸，你不跟我讲？这边怎么全脸都拍出来呢？明仔再看到全脸，明仔再要去厂呢，等下半路都全部全脸。我都进一号呢。这树啊，落一堆。像我无食米粥也无去，我后尾食半碗汤就好了。我只讲迄个韭菜盒子，干咩我搁无？我尾食半碗汤就好。好，我们先喝几罐完汤。